我操，这他们要挂机房，这不太好玩吧，大哥？人机房。纯刷，是的。我他妈犹豫了，我操了！我在想，我是变蓝老头呢，还是变光头呢？傻逼了！哈，哈哈。憨逼。抓俩光头。
这能假刀了，我操，真废呀、啊！谢谢阿喵哥送的心动盲盒和猫窝。啊！
我操！砸了100多，三个卡。又是100分，喵的，他不敢变猎手，感染经验值。呀，光头的。
别变鬼啊！OK。傻逼了！操，完了，不如不变。进邮局想苟活的，完了，大哥，大分局他妈变个鬼！我操，还有士气，起飞了，哥。
这次总归是要越狱成功了吧？我操，还有士气！完了。这个是个人机号房，号房里边，你看那五个、四个杠子都是挂机的，他喵的！不上传了吧？那房没啥意义的。妈的，妈的，刀子不好吗？操你妈，非要用枪子。一把。八九个吧，差不多，挂机的。完了，这个 S 雷好秀呀！
去，现在还是未来，胜利。